爹，这两周北京各大帮小都不安分，我就是为了那个人嘛。先生，阿晨，手上有油啊，不可以输的。租界是上海的，上海是中国的，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。这个人留不得。 你别看他只有一张嘴皮子，一根笔杆子，你怎么就知道有人想让你打着火？我不敢苟同你的主意。如果你是姓骆的，我不希望接近左。我今天很有自信，你们的总理也会赞同我的观念。那到底是什么？ 你不应该问我是谁，你应该问我们是谁。人民把朝廷涌来了，万无破竹。不闹他个天翻地覆，不会有人听我们说话。只要能找到这条，我就敢叫天地变颜色。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，拥抱光明，我愿意去直面黑暗。 试探30年后，历史续集的真相。